学校吗？对啊。哇，你不是看手机看风景好不好？我下播了。他是停下来转一圈。他在上去。对啊，他慢慢慢慢慢慢缓缓的再下来。真的要谢谢他，谢谢那个人帮忙。看风景啊！船呢？对啊，看港口要出去耶。那我们就住这个，然后它这个这家，对啊，这叫情人桥啊。它以前我们是都没有走过来这边啊，我们都在前面那边啊。嗨。他这个这家那个饭店啊，他做的就像那个一艘船的样子。就是我们住的这个芙蓉啊，他做的就是很像一艘船的样子。啊，那个是应该是学校吧。可是我觉得又有点像营区耶。什么火车？垃圾车啊！不是啦，那个男生的头，那是他坐什么轻轨？啊，轻轨啊！轻轨淡，那个淡水轻轨的。还在盖对不对？好啦。还在盖、啊。好了啊。嗯。我带你好多船。那我们大部分老街都在那边。那我们就坐到那个巴黎那里。你看那边的水就没有像这边那么那个啊急，这边海流比较急。